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做梦这件事情，因为这真的好常做梦，而且感觉好像很多人都一直开始做很多梦。那我觉得身为宇宙探索家，我就很不自觉的把放大了很多的意义，就是梦境这个东西。我就在思考，人为什么会做梦？做梦的时候，到底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呢？还是回到了古代？还是穿越了不同的时空？去思考做梦这件事情，还蛮引人入胜的。越去思考，我就越开始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梦。所以我觉得梦境其实是可以影响人心，影响一个人的思维。如果你要操控一个人，你就从他的梦开始每天催眠他。催眠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，可能他真的就会变得很邪恶。究竟是谁在让我们做梦？谁在默默的影响着我们？是什么样的力量？就是梦带给我最大的几个问题。但我在梦里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体验，像是做清醒梦。清醒梦就是在梦里面你是清醒，你知道自己在做梦。那我的清醒梦呢，我飞了起来，然后我在中央山脉来回就是到处乱飞，一直直直冲，因为实在是太爽了，尤其是我又知道自己在做梦。于是我就在想，那我可以环游世界吗？这个想法一产生的时候，我直接到了埃及的一个游乐园，里面全部都是埃及的古堡，就是珍藏很久的宝物。我就到了这个博物馆，然后我要准备进去的时候，刚好那段期间是有那个 coronavirus， 就在想，天哪，这里的人，梦里面的人也在量体温啊！这是博物馆的门口，就有人在量体温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天哪，我会发烧啊！我这个想法产生的时候，下一个画面就是他拿着温度计在量，然后我就发烧了。然后我整个就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进不了博物馆吗？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梦里面发烧，然后被我自己阻止了进这个博物馆，所以我就开始说服那个帮我量体温的那个工作人员，我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在我的梦里，我会发烧是因为我刚好想到发烧这件事，你是我梦里的人。然后不知为什么他就很轻易的就被我说服了。然后走进去博物馆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，我是不是不该告诉这个人他在梦里面啊，就会毁了他的人生呀。不过这个梦这个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，你没有办法告诉自己说 OK， 我今天要来做个清醒梦，我今天要来梦到这个东西，我今天要来梦到那个东西，这不是你可以控制的。梦境也算是一种缘分，究竟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做梦？为什么呢？我永远可能都不会有答案，就算有答案也只是一种答案。很多人会去看周公解梦，或是去找人解梦，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啊。就是为什么在梦里面看到燃烧的孔雀，就代表你最近压力有点大呢？当然那不是真的，但是我的意思只是，常常梦里面跟解梦出来的东西是完全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联的，但是它就是一种解释梦的方式。我遇过很会做梦的人，其实都是蛮有创造力的，可能梦里面他们被给予了一点灵感吧。通常会做很多很夸张的梦，我个人认为可能灵性也比较强，就是比较
对于能量这件事情比较敏感，尤其像是每到了月黑风高的时候，或是满月，当这个地球能量比较强的时候，好像大家都比较容易做梦。其实我觉得很常醒的时候感觉也像在做梦，因为说实在，常常回去看以前的自己，你会觉得好像不太认识，或者是说你觉得自己跟当时的想法已经是完全不一样。可是你这个时候你很喜欢这个人，但是过一阵子你回去看，你就会发现到底为什么自己会喜欢这个人，就好像在做一场梦一样。你在那个情境里面，你已经被自己说服了，你已经被说服这个人就是你的命中注定。所有的感受其实都是一种梦的概念，都是可能会被发现不是真实的。那要怎么分辨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呢？还是需不需要去分辨自己在做梦，让自己沉浸在梦里面？这就是人生要做的选择。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东西只能当一个有趣的题材，不能太沉迷在里面了。因为活在梦中，分不清真实跟虚幻，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。这边刚好想要跟大家推荐一本，不是一本书，但是熊仔之前出了一本漫画书，他就是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人物，做了一场梦，做了 一整个专辑，然后还有搭配的漫画书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，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，一个梦所产生的一个作品。刚好我参考题材也非常类似，但是这个熊仔神作让我有惊艳到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OK， 祝大家做梦愉快。如果你冷，我将你拥入怀中，如果你恨，我替你擦去泪痕。如果你爱我，我要将全世界广播。如果你离开我，我会默默地承受我的爱，为你开启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。我的爱为你奔驰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。我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爱你，就是我爱你。